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天元围棋频道，我是吴新宇。本期的长兴讲座呢，我们继续给大家讲解关如打入的一些这个变化。黑棋挂完啊，于新位拆回来呢，是在这个实战中呢，运用的很多的下法啊。以后白棋挂，黑棋夹住，在这边呢，黑棋呢形成一个，在下方形成一个模样，那个模样。这样的布局呢，可以说呢是非常的常见啊，非常常见。有类似于这种棋形的呢，也有时候小目啊也有啊，黑棋挂，白棋挂呢，黑棋继续扩张模样啊，这样一个定式我们也会经常见到的，也会经常见到，类似于这样的棋形出现的呢也比较多啊，也比较多。总之来说呢，黑棋呢在这边啊形成一道外势，形成一道外势呢，在下方呢形成一个模样。这样的这个形状呢比较常见。我们呢还是以刚才这样一个棋形啊，一个简单棋形呢，作为我们本图的这个基本形状啊，这个基本形状来研究一下。当下方白棋下方形成这个模样以后呢，那么白棋接下来这里面的这个打入啊，就是呢是非常大的一手，也可以说呢，就是说是非常急的一手。如果白棋不走啊，黑棋呢，一旦黑棋跳起来，是一个非常好的好点啊，非常好的好点。这个一下子对于这个下方的整个形势的扩张都很有好处。那么白棋打入啊，可以说呢也是势在必行啊，势在必行。这个白棋打入呢，也是对黑棋下方这个模样啊，这个整个局部来说呢，一步非常好的好点啊，在实战中出现的概率呢，可以说是非常的高。那么白棋打入以后啊，黑棋怎么应对？这个呢，就是我们从本期开始呢，给大家呢研究一下。如果黑棋想单纯的守住这边的空的话呢，黑棋呢也有这个利的下法啊，也有这个利的下法。这个在实战中呢也是出现过啊，属于就是说比较酷爱实地的选手呢喜欢的下法。但是这个下法呢，总的感觉上来说呢，还是有一些这个保守啊，略显保守。白棋接下来呢是压住啊，白棋接下来压住，白棋跳啊不见得好啊，跳不见得好。这个是黑棋呢可以跳出，这个以后呢变化呢就是说呢比较复杂。当然呢白棋呢也是可以这么下的，但是在白棋有这个解明的方法的情况下呢，这个跳呢还是不是太好。白棋压解明，那么黑棋接下来长啊，首先黑棋如果挖呢有一定的危险，首先你必须争执有利啊，争执有利，这个能不能争死这个棋啊是个问题。其次即使争执有利呢，白棋从上面打啊，就是呢也会还原成我们一会儿会说的形状，所以这个挖呢没有必要。黑棋呢接下来是长啊，接下来长，白棋呢正确的下法呢是挡住啊，挡住。粘上虽然厚
但是这个目数呢比较亏啊，目数比较亏，被黑棋爬到脚上啊，白棋搬，黑棋呢还可以继续搬啊，继续搬，这个白棋呢目数比较亏。虽然白棋顶住外面以后啊，整体走的比较厚，但是这个脚上的目数啊，等于就是说呢，被白棋啊，被黑棋全部呢掏掉了啊，全部掏掉了，这个白棋呢，不太肯啊。这个后轮呢，对于黑棋本身呢影响没什么大的影响，以后呢还被黑棋留有这个飞点的利用啊，这个飞点的利用，这个白棋呢不太肯，目数比损失比较大，所以当黑棋长的时候啊，白棋呢是挡住的，是挡住的。顺便提一点呢，就是说呢，黑棋拖啊，指完白棋搬再粘，那不对。那现在被这个白棋一挖啊，这个黑棋就不能像刚才那样轻松活脚了，因为你在活脚的时候啊，这个子要被白棋断打掉。这个黑棋不行，所以黑棋呢也是长一个，也是长一个。那么白棋挡住，守住脚上的黑棋冲，打吃一个，白棋呢粘上，黑棋粘上，白棋压掉。这个黑棋的拐，这么呢就形成这样一个结果。这个压注意很大啊，要及时走掉，不走掉的话呢，被黑棋压过来，这个目数差别呢非常大。由于这个有个断的味道呢，白棋呢这个头呢比较软啊，比较白棋呢要及时压掉啊，黑棋也是拐一个，也不能搬，因为搬呢被人家断一下啊，这个。上面呢还是要被人家打一下，以后这个地方白棋还有扳的先手，这个官子的目数会差很多，所以黑棋本手呢也是拐手。那么这个结果呢就是说呢，告一段落，那、告一段落。虽然黑棋啊这个立了以后，把这个下方的空啊，等于说呢还是都守住了，但是呢，等于白棋通过打入以后先手。挡住了这个脚啊，本来这个脚上有飞的手段，这个先手挡住了这个脚。其次呢，白棋呢通过这个压啊，在上面呢还形成了一定的这个外势。这总的结果来说呢，我们觉得呢还是白棋呢比较满意啊，虽然黑棋把实控都守住了，当然了，黑棋根据某些情况来说呢，觉得把这个实控守住了，这个白棋外面的外势，在这边黑棋你有子的情况下。白棋不能发挥太大的作用，那么呢黑棋也是可以考虑啊这样的下法。不过总之来说呢，这个下法呢，黑棋呢略显这个保守啊，略显得这个有一些保守，在一般在实战中呢还是不太肯啊，不太肯这么下。黑棋直接防守啊，显得弱啊。这个跳的，如果跳呢，这个结果也是一样啊。白棋还是可以依然按照刚才一样的下法呢下。那么这个显得有点弱呢，那么直接跳出来与白棋作战呢，显得稍微呢，就是说呢，有点过分啊，有点过分。那么白棋呢，一个是可以跳，可以考虑啊，直接跳出来作战也可以考虑。白棋呢还可以呢，比较好的下法呢就直接就地做活，也是非常的好，就拖了搬，就立住活。黑棋如果粘上啊，白棋呢就虎，黑棋要破坏形状的话呢得藏一个，白棋呢就搬出来啊，这个做活。白棋可以说呢可以在这底下比较轻松的做活，黑棋这个子呢显得这个位置
很是不好，很是不好，有点无趣，有点无趣。所以呢，黑棋这个跳不是太好啊，你现在吃这个也不行，也不行。你把底下吃了，虽然收了根啊，但是外面这个子几乎就是死掉了，这个黑棋整个模样呢全被破光了。接下来呢，要攻击这个白棋呢，难度呢还是太大，难度太大。那么对于这个白棋的这个打入啊，我们刚才也看了一下，对于白棋的这个打入呢，简单的退缩啊，有些软弱，不能满意啊。而你急忙进攻呢，跳起来，这个呢又有些过分。那么对于打入啊，黑棋呢可以说呢，几乎呢，硬法就是只此一手，那就是呢从上面盖住，把白棋压在里面。这个可以呢，可以说呢是这个只此一手的下法在局部。白棋呢，在多数情况下啊，基本上呢是不能挖的啊，这个棋是不能挖。挖呢，首先要有很多的这个满足于很多的前提条件。第一，要真子有力啊，你看这个子就起到了这个引针的作用。白棋呢要真子有力啊，要两边真子都有力。如果真子不利，你匆忙去挖的话呢，被黑棋吃掉，还是被黑棋吃掉呢？这个白棋不能在这里争吃，不能在这里争吃，这个不行。同时呢，有时候还需要注意啊，就是说这边争子也需要有力。有时候在这里，黑棋在这里啊，我这样可以正好刚好可以争子黑棋。但是呢，你有时候你也不能忘了，如果这里有个子，黑棋还可以站在这边。那么这边争子呢也不利。白棋首先第一要满足这个两边争子有利的条件，其次啊还要注意防止这个黑棋啊这里有打劫的手段。注意，你打吃，不，白棋上黑棋打吃，白棋在打吃的时候，黑棋提啊，白棋打的时候要小心黑棋这个反击的手段，反击的手段，因为这里可能黑棋有劫财啊，等等。如果你只是直接吃呢，就算有时候被争死，这个白棋也未见的便宜，也未见的便宜。这黑棋这边体量毕竟还是很厚。总之来说呢，这个白棋要想挖的条件都成立啊，是不容易的。那么白棋呢，就是。是比较长，这时候呢，黑棋呢也是粘上，黑棋挡这个，就是说呢，稍微呢，就是说有些这个不好啊，这个被白棋冲出去，打吃。粘上啊，由于这个有个断点，黑棋还需要补啊，被白棋拐一个啊，补住的话呢，这个虽然黑棋这边模样啊也变大了也厚了，但是这个被白棋打入完以后，把这个子吃掉，这个脚上的这个实地啊损失太大，这个黑棋不能接受。所以黑棋呢也呢就只有粘上啊，那就只有粘上。白棋呢，接下来爬啊，接下来爬，肯定是往里边爬。爬完以后呢，这个黑棋呢，接下来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下法啊，这个复杂的变化呢，可以说呢才刚刚开始啊，才刚刚开始。黑棋呢。接下来呢，有拖啊，有顶，有扳，几种这个下法。
那么呢，我们先看的这个第一种黑棋扳的下，黑棋扳，这个呢也可以说是在实战中啊出现的这个最多的一种，最多的一种。白棋啊，现在是可以啊顶过去啊，白棋现在顶是成立的，就是说黑棋挡啊，白棋加抢手是成立的。大家注意这个，从二路扳着这个活啊，碰伤这个白角，这个方法不可取啊，这个方法不可取。白棋尖啊过的下法是成立的，黑棋现在不能立啊，立那个白棋断，黑棋虽然能很舒服的吃一下，但是接下来呢并没有这个好的手段。如果扳，那么白棋就吃，吃一个，就把这个黑棋吃掉了。那么黑棋想杀气，只有拐。白棋虽然不能挡，但是呢，白棋可以扳，可以扳。黑棋连扳的时候呢，白棋就老老实实粘上。黑棋要补，这个棋呢，白棋打。黑棋呢，里面气呢依然不够啊，依然不够。那么黑棋呢，白棋虽然可以兼过，但是黑棋呢不用担心，黑棋呢直接粘上，简单的粘上就可以啊，简单粘上就可以。那么接下来呢，白棋还是只有度过，那黑棋趁机再断一下啊，这是一个好的时机。白棋呢只有虎啊，打吃肯定不行的，打吃被黑棋这个一断打，这个四个子就死掉了。那么呢，白棋只有虎，然后这时候呢，黑棋啊可以利用这个子的味道。简单的利用，我们简单来说就是说，可以比如说靠一个就可以。白棋呢只有往回退，只有往回退，这个不能藏，不能反击啊，这一反击这一扳啊，这个就已经坏了啊，甚至于来说黑棋直接打了连扳啊也可以，所以只有退。然后黑棋呢再立，这个立还是个先手，还是个先手，因为不走，白棋如果不走，黑棋这一长啊，这个白棋对杀呢不利，这个白棋对杀不利，没法收紧这个黑的气啊。就算你尖一个，我再爬啊，你还是不好收紧气。所以呢，白棋呢依然得补一手。通过这些交换呢，我们认为啊，白棋虽然度过了啊，也守住了一些角，但是呢，黑棋啊，一个外面走得非常的厚，对以后这个中央的发展很有帮助，而这里呢，能够先手力道一下呢，把这里的空啊，几乎呢也护住了，这个结果呢应该说呢，还是黑棋不错的结果啊，黑棋不错的结果。其实。即使白棋加的时候，黑棋呢还有这个手，还有靠着这个手筋的下法啊，这个等于白棋不能挡，挡着被一挤，这个要双打，这个白棋不行啊，白棋只能退，然后黑棋再可以考虑施展这些手段，也不错啊。总的来说呢，就是说呢，当扳的时候，白棋直接顶了加过，虽然。能过，但是呢这个味道呢特别坏，白棋呢不是太好。所以当黑棋啊扳的时候，那么白棋的下法呢是二路扳，
然后呢，黑棋顶住，黑棋顶住。如果你这时候退，那么白棋在顶呢，顶呢加过呢，这个先手扳的便宜呢就太大了。那么呢，黑棋呢也是顶，要防止白棋顶呢加过去，顶呢加过去。顶了以后呢，白棋当然是打吃啊，打吃一个，黑棋粘上，黑棋粘上，然后呢，白棋虎，白棋虎，在这个地方呢，就地求活。接下来黑棋扳一个，这是黑棋的先手权利啊。在黑棋扳一个的时候呢，白棋要小心啊。这个棋要非常注意，白棋的好手呢是跳一个啊，跳一个。如果你这个随手一挡，被黑棋一打吃以后，这个问题就大了啊，这个问题大了。因为黑棋不管以后怎么走啊，这边怎么走，那么呢，白棋这个打的时候不见得能吃到这个黑子，黑棋有可能跟你打劫。因为打劫的话呢，这个棋啊马上要关系到白棋整块棋的生死问题，这个劫相对说起来呢，黑棋呢就是非常的轻了。所以呢，白棋这个棋形要走也是跳一个，跳一个。你以后再怎么走呢，白棋就粘上做眼就可以。本身这笔眼位大了两路，而且粘上还是对于做眼的时候来说呢，可以说是先手，因为这一打吃还有一个眼。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，当黑棋扳的时候，白棋是跳。然后接下来呢，黑棋如果急急忙忙啊去封住白棋呢，就是说呢，当然也可以啊，也可以，也不是很坏。但是呢，这个把味道呢先走光了呢不太好。黑棋呢，应当先啊点角。这是黑棋，白棋虽然在这里啊，好像这个把黑棋都空都掏掉了，白棋这个收获不小，但是黑棋呢肯定要有所补偿啊。那么就黑棋的补偿呢，就是说呢，这个外面很厚了，同时注意白棋虽然是跳的，那么黑棋虽然不能吃，但是呢无形中黑棋呢有这个先手。有这个弯的先手，如果白棋再不走啊，黑棋再攻杀过来，这个白棋有点受不了。所以说黑棋在保留这个先手的时候点这个啊，就点这个，白棋冲啊，黑棋先把这个便宜掉啊，这个很明显不能扳了，因为这个有先手味道。那么白棋呢在这只能做退让，黑棋在这个角上把这个实地的损失挽回来一些以后，再回头封锁白棋，当然呢也是可以，但是你觉得封锁价值不大了呢，不走了也行啊，不走了也行。这个虽说呢，就是说暂时呢可以说是告一段落。虽说白棋啊在这里掏掉了这个整个黑棋的空，但是黑棋呢这个棋呢也是可以下的啊，也是可以下的。这里的目数虽然损失比较大，但是第一呢，从这里点三三啊，挽回来了不少啊，挽回来了不少。第二呢，这个外面毕竟还是比较厚，比较厚呢，对中间呢有发展。再一个呢，只由于整个棋局的棋啊，这个黑棋比较厚，那么以后大家注意，这脚上啊还残留有这个连扳收刮这个白棋的手段啊，收刮这个白棋的手段。由于这里不是空了，白棋打吃提掉打赢劫以后呢，虽然白棋长了不少目，但是呢没有破掉黑棋目，黑棋的这个劫呢比较轻。如果白棋退缩的话呢，黑棋就算虎一个啊，你这边继续补活呢，那么这块棋的生死呢就有问题。所以说呢，当黑棋走后以后连扳呢，这个也是呢非打劫，打这个劫也是呢，这个时候可以说呢是非常这个
有利的手段，也是非常有利的手段。白棋呢也是不得不防啊，不得不防。同时呢，黑棋啊，以后即使要走啊，这个呢封锁啊，也可以说呢几乎呢是个绝对先手，几乎是个绝对先手。因为你白棋不走，黑棋呢我就算利啊，这回你总得补棋了。你总得补棋了，得补活了，不补活我一冲总是死了、啊、那么我再一跳，这个角也会受很大的影响、啊、受很大的影响，等于就是说呢，在我跳的时候啊，你白棋还得立一个、啊、补活。所以呢总的来说啊，总的来说呢，我们觉得就是说形成这样一个局面以后，黑棋这手棋啊，交不交换可以值得推敲。那么呢总的来说形成这个整体变化以后呢，我们认为呢白棋虽然掏掉了黑棋，黑棋呢也是可行的。不过呢白棋的目数收获呢当然呢也是不小啊，当然也是不小。这个棋呢可以说呢是双方啊都可以接受的一个变化。都可以接受的一个变化。那么好坏呢也是非常难讲，在实战对局中呢也是出现过不少盘，而且还是不少盘这样的这个对局。只是这两步棋的交换啊，有的棋手呢可能觉得外面有用他就走掉了，没有没什么用，还有些棋手呢就保留了这个手段呢以后采取打劫的方法。总之来说呢，这是双方呢在这个扳了顶了以后啊，一个就是说呢非常非常普通的下法啊。这个过程中大家只是呢需要注意两点啊，一个是这个虎视要点啊，你直接去做活啊，这个太苦。这个因为被黑棋点了以后啊，黑棋就算补住，你白棋依然得付出啊，让黑棋这个拐头，这个先手的代价，黑棋依然可以得进来。第二个要点呢，就是说呢，白棋这个跳啊，这个跳和挡的这个区别，大家需要注意。这个过程中大家都是需要注意的啊，这个挡的这个差别，这个是会相差很多，这个跟自己眼位呢会相差很多。第三个的区别就是说呢，黑棋啊要保留这个。冲刺啊，保留这个弯的先手呢先在这里点角威胁白棋这边这两个子啊。如果你匆匆忙忙把这边的交换都走了啊，或者都走了以后，你这个呢就有可能不一定是先手，就会产生呢一个变化啊，产生一个变化。这个呢是我们刚才所摆的这个棋形呢所需要注意的啊，双方需要注意的几点。那么黑棋扳后啊，这个双方正常的变化呢我们就有了大致的了解。但是在这时候黑棋还有顶和拖的两种复杂的变化，那么呢在下一期的讲座中呢我们会呢继续讨论呢这个问题。本期的讲座呢就先给大家讲解到这里，如果有什么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是给我们发邮件，我们呢尽能力呢给予回复。谢谢大家收看，大家再见。